我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们。您说。京董事会研究决定，年糕系统研发交由你们企划三部，项目负责人范思思。 40秒，40秒很重要。我的健康睡眠就靠这40秒，现在好了，美好的一天全怪你毁了。至于吗？他应该就是那个时间盯上你的。我记得。 见过资呀？要不我帮你回忆一下。范组长，喝杯茶提提神。为什么是热的？我要冰的。吃个包子垫一下。素的，我要肉的。好嘞，我就下来。范组长，顺义路老刘说新记录就发你的邮箱了，你看完记得给我对一下。好。范组长。 我这个月报销额度超了，能不能帮我报2万？谢谢。停一下，放大，再放大。起床气也算精神疾病吗？清楚了吧，一部长？加油干，我等你的好消息。哎，等。